This is beyond my imagination. Action!大哥，成龙是电影导演来说，我应该拍的最多。我跟大哥有8次的合作，我跟他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了。OK， 两个很配合。我们两个的成长比较相近，我们两个还是同一天生日。他属马，我属老鼠，所以两个性格比较相近。因为大家都有默契。Yes, OK。有时候去到现场，这个 set up 是怎么样？再一看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喂，点啊，小英？什么咧？点啊，点？你家仔嗰度来拍啦，那我跟他合作是很开心。喂，好，佢啲片全部都笑。Get up, bye. Good. 我跟大哥的电影。都是以画面呢、肢体语言呢去讲，其实这个风格是比较国际化的。我其实蛮感谢他的，他有时候逼我去做一些动作，现在还没有人什么逼我的，我不做没人能逼我做任何事情。我必须要让他突破自己。我们互相有一个激励，他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游泳游得很差的人。那可是因为这个，他就去学潜水，我跟他一起学，那然后在拍摄的过程呢，差点淹死了。我们两个合作的太好，所以会一直合作下去。这些功夫瑜伽所有的故事、所有的场景，都是大家从来没见过。我每一个项目跟他合作，每一个项目都破纪录，所以其实。今年也是蛮期待的。